你的紧张，你的僵硬，也就是你引拍当中你做不到放松，你发力一定会出什么问题啊，朋友们，你一定会出这种问题。你明明真的在很用力，但是这个球的力量是出不来的，也就是你光使劲儿它是没啥用。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在拉球永远体会不到那种巧劲儿，说白了就是那种爆发力，这种感觉。你看爆发力大家容易怎么样的找不着，那包括反手也是，很多球是这么拉，这是很多球拉这个反手的感觉，对不对？我学得很像，朋友们。所以说你看大家如果说没有这个爆发力，你看你引拍子很僵硬，那如果放松呢，那你看看，那现在我拉出去的这个感觉，这就是很多球所说的那种鞭打感，甩鞭子的感觉。那所以说所谓鞭打感，所谓你能把你的胶皮底板去打透，透板感，包括你能够发出力量来，这种穿透力的感觉，它先建立在你的发力一定是个爆发力，也就是要求你的引拍一定是具备要放松的。所以说这是很多球你发不出来力的一个原因，对不对？你体会不到放松。第二个问题，朋友们，大家在引拍僵硬的话，你不会放松，容易出现什么呢？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啊，我想发一个球，我可能计划的是发完球去正手抢攻拉一板，结果怎么样呢？对手可能错过球不长，甚至他错过来球是短的，就导致很多球这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调节，也就是你的引拍子给自己下了一种定性，你没有办法给自己有一种打球很有容错率的感觉。那如果说引拍子放松，你可能怎么样呢？哪怕我想拉，哎，一看这个球怎么样呢？一看这个球，哎，短的，啪，我立刻还能手伸上去调节。但是如果说你胳膊是硬的呢，僵的呢，你可能这种球你会发现根本没法处理。一旦这个球有任何的一点不舒服，你的这板拉也好，打球也好，不具备这种处理和调节和过渡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你们引拍子啊，包括打球比较僵硬的呈现出来的一种表现，好不好？所以说呢，我今天晚上我主要的一个任务啊，我就想给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放松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球拉球任何的发力，你看你发球得先放松再发力，才能让人给出一种什么感觉，你既没有怎么使劲儿，你用的力让你感觉很舒服，让对手呢又没感觉你用什么力，但是你发过来的球呢，哎，它还是怎么样，还挺转。那我觉得这是咱们很多球可能需要去体会的一个感觉。但是理论知识放松都知道先放松，但是论你能不能把这个放松这件事去落地，大家落不了地。所以说我想问问大家，有这个问题的，知道打球要先放松，但是球来了你根本放松不下来，还是会很紧张很僵硬，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好不好？哎，有这个问题的弹幕上打个有。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怎么去咱们去做到引拍的放松，而不是只知道放松，知道做不到有啥用啊，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我今天教你们怎么把放松这件事给它落地。放松很难，对，为什么很难？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啊。来，咱们到对面讲，我到对面讲，因为你们从我离大家近，我有安全感，好不好？我离大家近的话，其实大家看我一些手上动作的细节啊，你们看得更清楚，好吧，朋友们？我从这个位置跟你们讲，我也就是通过以这个正手拉球为例子，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放松的事儿，好不好？从这个角度讲正手，等会儿去对面给你们讲反手，行吧？啊，那首先大家看，为什么大家知道放松且做不到放松？我给你们去示范一个啊，大家是这么做的，大家明显的感觉，我现在拉球还是比较僵硬的一个感觉，引拍子也很僵硬。为什么？引拍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在击球之前的过程，大家其实对于引拍，我觉得引拍这两个字说的根本就不对，对于业余球友反而会造成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引拍子把你的拍子引开，说白了，引拍这两个字很容易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手上所需要干的事儿。所以说大
大家为什么放松不了？你进了球要先引拍，也就是你进了这个球之后，你的手上是很有任务的。什么任务啊？板型立还是压？动作大还是引拍大还是小？引拍高还是低？所以说大家比方说正手拉，你就有一种进了球先怎么样呢？哦，先想着我得把手去放到哪个位置，低点高点大点小点，包括你得用什么样的板型去拉球。所以说你会发现你在引拍子的时候你很注重这个东西，引拍多大，引拍多高多低，包括引拍时候你的板型应该什么样，你的拍子握板应该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很注重这个东西？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就以正手拉球为例，你见了球第一反应就是想着我把拍子放到哪里，多高多低，大家你们是这样的给小孙扣个一，好不好？是这样的给小孙扣个一，也就是你的拍子你的引拍是有一个目标感的，也就是你拍子放哪儿你是有要求的，对不对？你觉得放大放多了不行，拉多了不行啊，放太低了也不行，放太高了也不行，板型太压也不行，太立也不行，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就大家问题，你想想你如果进了球之后你的手你的拍子有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又得考虑好拉手大小的问题，又得考虑好拉引拍高低的问题，你手能不紧张吗？谁不紧张啊？你手上有事儿干，有任务，有要求，他才会紧张，对不对，小伙伴们？那所以说，我们想去真正解决这个引拍放松的问题，说白了，你只有让你的引拍子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而不是刻意引拍，你才能最终达到放松。你先想想小孙说的对不对？那你看看我为什么能够做到放松？首先，第一个，很多球友所说的引拍子的大小。我真的不是靠手去放的，我是靠什么？一，通过我去观察这个球的来球的速度，包括也是根据自己对于这个球预判的早晚。比方说这板球我有预判，且这个球来球不快，是不是我可能做一个更充分的发力？那所以说来大家看，你们一定觉得我的这个引拍子它就很顺其自然，很放松，发力很有爆发力。为什么？因为我在想的时候，我想能够有更充分的引拍蓄力，我所做的是什么？哎，把我的可能胯关节怎么样多让一让，把我的脚多让一让。那我说白了，我想的是哪里的事儿？是身体的事儿。也就是我现在要这个球想更充分的引拍蓄力，我是通过更充分的让胯和让脚而达到的。我给你们做一个，大家再看是不是，我是不是通过更充分的让胯让脚，增大身体的这个引拍蓄力，最后有身体更充分的发力。但是大家不是，但是大家进了这个球你们反应是什么？你看这个为什么僵硬？你不是想用身体去想的多让点，最后发力，身体多发点力，你是想什么？胳膊多往后拉点，动作能够多使点劲儿，你们一定是这么想的。那所以说你看我的引拍的幅度的大是因为什么大？是因为我胯关节让的大。那我胯关节让的大了，胯在哪里？下边连着腿，上面连着上半身。那所以说胯让的大，我上半带着我的上半身带着我的引拍，它自然让的也就大，明白了吗？所以说我的引拍大幅度的引拍是让胯所带动，并非是刻意把手多往后去咧。那如果说有的球它发的可能很快，我需要做一个上升期的借力打力的拉球，来球很快，我容易来不及，我害怕被顶住，这种时候大家想，哦，引拍得小。那这种时候我想的是什么？你看，你看我现在，哦，这个球来得快，我做了一个上升期快拉的感觉。但是你看到我现在引拍小是为什么？引拍小是因为这个球快，我没这么多时间和空间让这么多的胯，所以说你会看看我是不是胯让的少。来，你们看看球快的时候，我引拍小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是我跨其实在让的小发现了吗？那如果说他来球慢，我有机会，你看到我引拍大的手是哪大？是我跨让的大。那所以说你看，正手身体带手，你可以理解为是手跟着胯走。那所以说，那胯让的小，胯让的多，根据什么？来球快慢，来球快我就少让点，来球慢我有机会有时间我多让点。所以说引拍的幅度是哪里带来的？是根据来球的速度取决的胯让的多少。胯让的少了，引拍自然就小；胯让的多了，引拍自然就大。那所以说，大家想想，我为什么这样有引拍调节的时候不僵硬？因为我的让胯本身，它就我的这个引拍大小本身就不是用手刻意去做的，而是手跟着身体，身体胯少手则少，身体胯多手则多。所以说我的手的拉大拉小，我没感觉没知觉。为什么？它是跟着胯，是胯说了算。大家是什么？没有胯关节，只有什么呢？引拍小。引拍小，哎，这引拍大，朋友们，你只是用手，所以说，你的任务在手上，你手僵硬，你放松不了。能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说，你看拉手拉手，大家是只拉手，但正确的拉手是什么？胯带着手，胯让的多，则为多拉了手；胯让的少，球快来不及，则为小的引拍，理解了吗？所以说手的引拍大小是跟着胯的后让的幅度所决定，不是你手刻意摆放的多或者摆放的少，你摆不好的，没数的，明白了吗？这是第一点。那我再说第二点，第二点很多球说我引拍子的时候的手的高低，朋友们，球的高低取决于什么？两种。第一个，球的旋转，比方说大家看啊，他可能同样给我发一板球，一个是上旋的拱球，大家看这种上旋拱球，我们打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界的一个上旋，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哎，我要去找到这个球的后偏上，直接压着弧线去打。那所以说压着弧线打的时候，我的引拍子自然就会怎么样？高。为什么引拍子高？因为它球又不往下掉，球又不往下沉，我重心不用干嘛？我重心不用下去，所以说我不需要有腿的压重心，那自然我腿没压重心，我手就不会跟着我的腿去下沉。所以说上旋球，你看，干嘛？我没有压重心，我的引拍自然就会怎么样？没这么低。但如果说是下旋呢，球友们，下旋。下旋球我们首先要找的击球点是怎么样？是一个下降期，尽量去找下降期，并且下旋球落台之后它是往下扎，球往下坠落，对不对？那球在往下坠落的时候，球会掉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球低了怎么办呢？重心要低。那重心低了，说白了你就是理解为右腿怎么样了？哎，多下去了，多压下去了。那右腿多下去了，就会带着右肩也下去了，把右肩都下去了，你胳膊长肩膀上，是不是你胳膊也就下去了？所以说你看这种引拍的低是怎么低？是因为重心下沉所带来的引拍的低，明白了吗？所以说手的高低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重心。根据不同的来球，我们是要拉这个球的高点还是下降期？球是上旋往上蹦还是下旋往下栽？球的高低取决于我们重心的高低，也就是引拍的高低。但是咱很多球是怎么调？我给你学学。上旋球，这为什么僵硬啊？大家你们不想别的哦，上旋球引拍要高，大家就是刻意的把你的拍子往上举，往上端，你是不是就很僵硬啊？放多了也不行，放少了也不行，你手是不是很僵硬啊？那如果说球友们人家来个下旋，大家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哎，这是很多球拉下旋，你看他会怎么样？把他的胳膊拼命的往下伸，
他这么辣。你看我身上是不是引拍子就很僵硬啊，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你看你高低也是，大家也是用手往上高还是往下垂当成一个引拍高低的调节。我不是，我手没事干。为什么没事干？我手高低我手说了不算，哪里说了算？重心说了算。比方说来个上旋，哎，重心高，引拍呢则也高。那如果来个下旋球低，我需要下沉去造弧线，那所以说球低重心低，那我引拍自然是怎么样？也低。所以说你看我现在拉的时候，我的引拍子是很放松，因为本身引拍子它就不是手的事儿，它是身体的事儿。所以说总结一下刚刚说的非常重要的两点，引拍子时候的幅度是取决于胯后让的幅度，手跟着胯，胯让的少则引拍小，胯让的多则引拍大，这是你引拍的幅度，取决于胯。那引拍的高度呢？啊，球高球上旋，怎么重心高，手引拍自然高。下旋呢，球低往下沉，重心低，怎么办呢？哎，引拍自然低。看到了吗，朋友们？那所以说，你看，我做到引拍时候的放松，是因为我引拍子和手没关系，手它根本没事干。就是没事干，因为我所有的引拍子高低大小的调节全都是因为胯关节的幅度和重心的高度所造成的。那所以说我现在见了球是什么？调胯调重心，手自然就一定是对的。你手没事干了不就放松了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才能去放松。如果大家打球引拍子高低幅度全都是取决于你手哦，往高拿往下沉往后拉，引拍小，你是不是你手上的压力就会很大？哎，你看，那你说说是不是引拍子自然就会僵硬啊？有事儿干有任务才会僵硬，没事儿干它和它没关系你才会放松。人就是这样，你周末没事干的时候天天躺床上肯定放松，人家给你打个电话说去开个会去加个班，你一定烦，你一定神经紧绷。这就是有事干跟没事干的时候，能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发转啊，球不转是吧？那你来拉好吧。啊，暂时来我给大家教学好不好啊？这极个别球你要想挑刺儿的话就出去好吧。明白，朋友们，来，我觉得刚刚其实讲的这个东西，已经帮很多球可以说是能够解决一个你花钱都不一定解决到的问题，真的是这样。你找个教练不一定会告诉你们问题能够给你讲的这么透，让你这么明白。所以说没别的事儿，左上角帮小村去点一个关注，有条件的帮小村加一个粉丝灯牌，粉丝团灯牌，可以吗？如果之前有灯牌灭掉的，记得点亮一下你的粉丝灯牌。也算是帮小孙完成一下这个直播平台给予小孙每场直播100个灯牌的一个直播任务，希望大家帮小孙完成一下，行不行？这也是官方对小孙的一个考核，好吧？小孙工作人员有限，加不了这么多灯牌，希望大家帮帮忙啊，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现在呢，去讲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呢，刚刚是做到引拍的这个放松了。下一个就是我们再去手有引拍放松，那我们在拉球的这一下你怎么做才能够拥有这种爆发力？朋友们，这种爆发力我这么告诉大家啊，首先爆发力你一定要把触球的这个过程理解为叫加速，而不是要把触球的过程当中理解为叫制动。朋友们，我相信很多球你听到的一些教学，他可能想表达的并非是这个大家理解的本意，但是大家容易会理解什么触球制动。那制动是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一个抓板一个刹车的意思。那所以说很多球拉球这样了，你看对吧？但是你在练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和看到直播人家给你示范是两个样。别人给你示范的时候一个抓板球特别转的上台，但是大家接触球一抓板
你会感觉特别的僵硬，这个球根本拉不动，且特别容易下网。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了球就想着见球制动，瞬间制动，瞬间抓板，有这个感觉的，但是你拉不好的，给小孙扣个有子。专业运动员给你表达的感觉，你根本做不到，你也找不到这个感觉，且对你来说基本没啥用，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你有这个困惑的，弹幕上扣个有，真的老多了，我告诉你。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抓大家问题是抓得很准的，大家一定好好听，因为我听到的教学各个方面，大家跟我来说的，包括我线下带的一些业余爱好者人太多了，所以说我给你们抓的问题全是痛点啊，大家看好。对，这是干货，我们在拉的时候大家记着出手的过程，你记着这个制动其实就是咱们开汽车当中说白那个刹车的意思，咱们很多球你看你的刹车是什么时候刹？是先踩油门后踩刹车。咱们触球的过程也是一样，是先要给球有一个瞬间的加速，等你这个速加完了，动作做完了，你才需要什么？刹车，对不对，球友们？那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记着啊，有的人跟你说瞬间制动也是没错，制动你们不要理解为叫制停，来，我到对面给你们拉一个，大家你们去看啊，不要理解为制停，镜头稍微近一点，大家你们看好这个感觉，制动和制停是完全两个概念的，但是很多球只是理解为叫制停，制停就是有一种触球的这个过程，触到球就怎么样呢？就刹车，那触到球就刹车，也就相当于正常，你看触到球啊，来，我给你拉一个啊，大家你们去看好这个感觉。我刚触到球的时候，这只是在什么，在加速的过程中，也就说白了，我这个动作的感觉是从这里往这里做一个加速，对不对？我往这里去做一个加速，那球是在哪接触到的？我从这里引拍，在这里接触到球，做到这里，你就可以理解为你在接触到球的时候是你加速加了一半的时候，加速加得正猛的时候，但是很多球你只要把制动理解为制停，你就成这样了，你就成这样了，朋友们，你看就成这个状态，也就相当于什么，大家就成了一种，我这么跟你们说啊，你是引拍时候加速放松，瞬间加速，把这个加速呢全加到空气里，结果刚要碰到球的时候你怎么样了？刹车了，停手了，这就是大家的问题。我们要的是什么？哎，触球的时候是加速加了一半，而不是加速加完了，不是说你要停的时候。所以说大家你们再去练这个拉球的时候，包括练这个发力的时候，为什么给球友说你的这个发力宁多勿少，也就是你的这个转动的加速度完整度动作做过头点不要紧，为什么？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相比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有点什么明显的过头了，这个是有点明显的过头了，但是你看球速怎么样，确实是快的，确实很快很集中，但是如果说我怎么样呢，也是先加速，但是我触到球就怎么样了，停，你看停，这个球根本起不来，朋友们，这个球根本就起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在接触到球直接就收手了，停手了，你的加速你的加力全用到哪儿去了，球友们，全用到你拉到这板球之前，你全加空气里边去了，真正到球的时候刹车了。那所以说触球过程当中一定大家练的是一个加速，你要把你的加速得加到球上去，并且大家教给你们三个字去理解，超越球，大家方便的话把超越球打到弹幕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重点当中的绝对重点，要学会超越球。什么叫超越球呢？你的这个发力一定奔着去超过这个球去发力，而不是说发到球上就行了。来，我给你们看看什么叫超越球，什么叫超越球啊？比方说，来，小龙帮拿一下，
来，我现在从大家从侧面的角度看，如果说我要往那儿去打球，来，在这儿，球在这儿，大家看啊，我现在去打的话，镜头再过来点吧，啊，现在去打的话，很多球是什么，打到这里，所以说你会发现，你打完球的时候是怎么样呢？球在前，球拍在后。什么叫超越球？现在球在这儿，我要打哪？超过这个球的地方，比方说这里，我可能要奔着这里去打。奔着这里去给劲儿，劲儿要给到球之后，那所以说这才能够怎么样呢？哦，我打到球的时候是在我们这个加速的动作它的一个过程之中，而不是说当成一个加速完成的一个终点。所以说超越球，大家你们从侧面看，这是没超越球，瞬间制动的，瞬间刹车的。来，我现在再给你做一个超过这个球的是什么感觉，大家这么看。哎呦我天，拍子又得砸稀了，哎，大家去看好啊，哎，是不是我是奔着球更后边去的？这是超越球，这就是没超越，看到这个意思吗？这就叫超越球。你只有去有一种超越球的意识，你才能够把触球的这个过程成为你在一个瞬间加速的过程，而不是说等加完速了你要停手了结束了，那刚碰到球你觉得你能拉好吗？这么说的话能够明白吗？所以说你看反手拉也是一个例子，很多球拉球，来，我为什么它僵硬啊，你看好啊，它就是因为这个瞬间制动给它自己制的，给自己制不会了，对吧？碰到球停，你看加速停，你看它是这样加速到球了停，这不是制动，朋友们，那你看看我们要的是什么感觉，这叫超越球。我现在这个球为什么拉出去，球在这里，我奔着哪儿使劲，我奔着这儿使劲，超过这个球，我奔着超越这个球去了，你看这样是不是才能给球有充分的加速，你看这样是不是才能有充分的加速，你是不是你才能够怎么样更加充分和持续的去摩擦住这个球。所以说大家记着，你打到球的碰到球的时候只是说明到了一半了，剩下还一半呢，但是很多球由于制动的这个问题，教练说触球制动，触球制动，你就把触到球当成一个什么呢，结束的时候，所以说你会僵硬。所以说你会发现你越这样拉，你就算使劲，朋友们，你根本拉不动这个球，它不往前走。所以说你这样你看看是不是僵硬吗，球友们，瞬间制动，你这种时候引拍做得再好，你拉球来了个这个，你能不僵吗？球你是不是看见很僵？我们要的是什么？一种释放，朋友们，我们要的是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觉，明白了吗？并且我也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小孙带过这么多的球友，我们之前有很多粉丝来到小孙的这个球馆去找我学球，我带了这么多一个经验，我告诉大家，如果说大家你们拉球是这种的胡甩八甩的，也就是什么一发力就过头，根本收不住手的，你想能够最后做到什么不过头不瞎甩，该瞬间集中就要集中，很简单，这个过程会让你很快的就能够做到。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一直在卡在这里，一直卡在这里制动僵硬，现在教练说你去释放出来，你去把动作做完，他做不出来，他可能做出来是这种的，也是脱节的，可能说白了就跟做给自己看的一样，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就特别特别的难改。所以说大家存在这个问题，能抓紧改掉就抓紧改掉。所以说乒乓球真正打得好的人一定是这种，大家都说了啊，鞭打感，甩鞭子的感觉。那么什么是甩鞭子的感觉？这种叫甩鞭子，哎，你感觉拉球跟放炮一样才行，大家看看，这叫甩鞭子感。包括反手去拉，这叫甩鞭子，这种叫鞭打感。那球友们谁鞭打感这么鞭，反手
你觉得他能拉好吗？朋友们，僵习惯了就放松不了了，就释放不了了。你释放过头了，你想收回来很好收，明白了朋友们？所以说，这就是你有鞭打感，这就叫鞭打感，就是小松跟你说的超越球。大家听到这里，你觉得有收获的，弹幕上666扣一步，明白吗？所以说你得逼着自己改，你要知道我不能拉到这儿，我要不能拉到这儿，你就得先赶什么？赶动作过头，敢把力量发多，发过头都不要紧，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发不出来，那就坏了。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是相当有用的，可能就一个是引拍放松的问题，一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瞬间制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真的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说句实在点，你有的时候你光在外边花钱找教练不一定给你解决，但是这两个问题给大家点出来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这看了这半个小时的直播，真的是顶你有的时候1000块钱的功效，1000块钱都不一定给你干得好。哎，这个球说的对，猥琐和大气的区别，真的这样，敢于释放。所以说打乒乓球潇洒点，比拘谨点要好得多，该释放要释放，明白了吧？啊，因为本身触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是给球叫赋予能量，赋能的，很多球是什么呢？哦，你把人这个能量给人卡死了，断电了，那不白拉了吗？是不是，兄弟们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你们记得，一定是特别重点当中的重点，好不好？那我接下来呢，朋友们，刚刚是主要以针对于了正手的引拍放松，还有这个发力，我等会儿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什么，就是我们反手拉的时候，这个引拍子的这个放松咱怎么个松，它和正手呢还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正手和反手毕竟是在反手身前正手身侧，是在两个方位两个技术，我教你们反手怎么去做到充分的引拍，也就是放松的引拍，好不好？亲友们啊，等会儿我把这个反手教给你们，行不行啊？来朋友们，大爷你们刚刚讲的这个点，很多新进来的球友给小孙点个关注可以吗？再帮小孙上个粉丝灯牌可以吧？你听到一个我觉得都是赚的，行吧？那也给小孙1分钟的时间，我给咱们直播间的时候，你们再去练球的时候，我给你们去做一个乒乓球的活动，行不行？因为咱们每一个打乒乓球的爱好者，你肯定都需要球，但是球我告诉你们它有多重要，看似是所有乒乓器材当中最便宜的东西，你给小子2分钟，我多了不用了，你给我掐表2分钟。球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是球是最影响动作的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这个球，如果它的圆度、球的硬度、球的厚度、球厚度的均匀度、硬度的均匀度，一旦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标准，这个球落台的轨迹，包括有的买的你质量不好的球，你随便拆出两个一样的品牌一样的球，一个往上蹦，一个球往下钻，一会儿上蹦一会儿下跳，这个球跟个池塘里的活虾一样胡窜八窜，这才会影响大家拉球的节奏。把球蹦了，你不知道怎么就被顶住了啊，球掉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拉漏了。所以说大家你们千万别被球给做到任何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任何一个专业比赛，孙颖莎、汪楚钦都会在那去挑球啊、捏球啊、硬度啊、厚度啊、看球圆度啊。并且我告诉大家，你们现在你们用的大品牌的球，以红双喜、双鱼这些球、银河为例，你们用的球平均一个在这样吧，4块钱以及4块钱以上的，你给小孙扣个一，好不好？你用的这个球核算下来一个大概在4块及4块钱以上的，给小孙扣个一。我说的是比赛球，单球的训练球，不是那种一袋100个的那个一星训练球，很多吧？来，朋友们，因为都很正常，因为这是常态。今天有需要的，你们去打打这个球，这个是咱们国货友谊729，具有 ITTF 国际乒联认证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大赛的 B
比赛用球，同时也是2017年全运会，当时由张继科、樊振东、马龙、刘诗雯、孙颖莎都去参加的全运会，四年一届的全运会的比赛用球，明白吗？那这个球为什么好？第一个，朋友们，你只有有国际乒联的认证标志才能叫比赛球，你们买很多买的球是没有国际乒联认证的。第二个，那这个球的话，我随便给您拆一盒啊。第一个，上面都有防伪码，这一小盒里边有三个，大家看，球上面也有怎么样呢？左上角 ITTF 国际乒联的这个认证的标志，看到了吧？然后呢，你们再看看这个球的圆度，有没有发现球在我手上转得特别的丝滑？我找个不太圆的，这是这个三星，听着声音很丝滑，来，我再试个别的，可能不一定很圆的球。这个也挺圆，哎，我看能不能有给你找几个不太圆的啊？哎，这个不圆，大家你们对比一下这个啊，感觉这个球在上面瞎蹦的，你看到了吗？是不是瞎蹦的？这种这个球就一会儿上蹿，一会儿下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你再看看咱们这个三星，是不是不一样？很平稳的转动，这个呢？鸡蛋，跟鸡蛋一样。所以说，亲友们，这个球很推荐大家，并且今天的活动是这样，有缝三星，巴黎奥运会还用的有缝呢，需要的这一盒球，这一小盒三个，在你们那边729官方平台旗舰店去买，是15块钱一盒，15块钱一盒，这一大盒的话，里边共计四小盒，四个15块钱，里边是多少个？12个球，它卖多少呢？卖的话是60。一个球是5块，其实不贵，对吧？正常价格，需要的今天这个球咱不用60，59，你觉得我在坑你？没事，来，59买一盒再送一盒，相当于拍一发二，买一送一，这就相当于59到手多少个球？一盒12个，拍一发二送一盒，就到手24个。一个球核算下来多少钱？一个球核算下来2.4块一个。你们觉得2.4块一个，既有大品牌，又是全运会级别的比赛球，因为全运会是咱们属于国内的一个四年一届的小奥运，朋友们，还又是得到了马龙、樊振东他们这些大高水平运动员、顶级运动员他们比赛的球，再加上这样的活动，平均2.4块一个，您去找找，你能不能给我做到又有大品牌，还有别的，还能做到2.5块以内？你刚刚说大部分都在4块钱以上，满屏扣一的球，所以说这个球又好用又好打，做了这个活动又便宜，明天包邮，都是给大家跑量的福利产品，需要的59到手买一送一，两大盒，一盒12个。2盒24个，729的国际乒联认证的有缝三星，需要的小黄车1号链接30单去拍吧，好不好？小黄车1号链接需要的自己拍就可以了，有缝的这球很好用，朋友们，你们看我们卖了多少单了？这个球断货断了多久了？断了一个多月俩月了吧？你自己看现在销量多少单？1954单，1954单，相当于哦多少盒？相当于4000盒，对，4000盒，哦，几万个球来。那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小黄车一号链接真的很好用，这个球，甚至我告诉你，有的球友可能真的可能手里有预算，他这个球他就这么琢磨，我买红双喜恨不得快10块钱一个，买普通的正常的优拉、银河、双鱼哦，也得要5-6块一个，哦，都是大品牌729球，这个也很好用啊，做了活动2.4块一个。朋友们，人家都恨不得这个球，他说哎，我这种球有舍得点，我多买个2单，那就当训练球都用了，人家训练球用的球不行，这个球我用三星当训练，但是没关系，一个球2.4块又不贵，是不是朋友们？你就相当于你在外边用的一个的球，你这个能买俩，那球是易耗品，但是也耗钱，但是又要好用，那所以说呢，朋友们，给你省钱的活来了，需要的自己拍啊。不好用的球，那卡就急。哎，你别说，真的啊，小曾提醒我了，你们用的不好用的球，没品牌的球，有的球会卡你的发球机，会把你几千的发球机因为一个几块钱的球给你卡坏，明白吗？因为球的圆度不高，真有可能把你球发球机给你卡坏，你找人上门维修，你维修没个200-300块钱，人家不会给你修的。真的是这样，朋友们啊，
今年下单不低于五次了，谢谢您的支持。但是大家也看到，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有品牌保障，有品质品控保障，这么大的销量，以及业余球友的回馈和回购和好的评价，以及大家可以对比所有东西，你们衡量出来性价比觉得高，咱再买，行吗？最后十单拍完，今天晚上一共准备了是两箱球，三十六单，三十六单需要的自己拍。发两盒的，给大家发两盒的。你在网上这一盒是60，咱们直播间是59，还得买一盒送一盒，到手还得给你两盒。朋友们，这个就相当于成本给大家，就是回馈球友的福利，但是也不可能天天回馈，这种天天回馈就给我回吃不上饭了，对，好不好？明天还得包邮发货，全国包邮，不限购，偏远地区照常包邮发货，新疆内蒙该发货正常包邮，放心去拍啊，包括有预算需要的可以拍个两单，好吧，不再多说了，自己下单吧啊，明天上午安排发货。现在继续讲课，讲一下反手拉，好不好？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反手拉。这个反手拉我给你们主要讲哪个问题呢？就是讲反手我们在去拉球的时候，引拍子时候的一个蓄力问题，讲一讲引拍子的一个蓄力问题。对，有虚则拍，纯捡便宜的东西，你捡的东西是大品牌好用的东西，那引我现在不再多说了啊，自己买就行了，好吧。引反手引拍子，这个引拍子是怎么引才能引得好？首先第一个，反手拉球引拍子的时候啊，想要做到手的放松和正手一样，你千万不能把引拍子当成是一个手上的任务。我学一个我的学生，哎，他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学，你看看这个问题在哪啊？朋友们觉得乱套吧？拉球能拉出劲儿来吧？朋友们根本拉不出劲儿来，并且大家你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啊，球一来，身体像个板砖一样一动不动，一点调节都没有。唯一哪里干了件事儿？手，啊，内收下沉，收手腕，收小臂，往下垂，这就是很多球拉球问题，包括直拍一样的。你会发现也对不上节奏，也使不上劲儿。来，大家你们再去看一看我的引拍子，我再反手拉几个正确的啊。朋友们，你们看我的引拍子和正确的和错误的，来，大家你们，我通过镜头，我正对于大家看一看区别啊。当没有身体引拍子，没有身体蓄力的时候，这个引拍子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就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看，全是手上的事儿，拼命的内收，手腕的内卷，有的是板头的下沉，有的是拼命往下塞。但是你看，正确的反手引拍子和正手最大的区别在哪？正手刚说它是在身侧击球，反手是从身前击球，所以说它这个由于击球位置的不同，对应到你身体蓄力所用到的核心不同。正手是因为跟着胯，所以说你看正手因为在外侧击球，所以说我们的核心是哪里？这一圈腰肚子胯这一圈，那所以说在右侧在外侧，核心的外侧是哪里？不就是胯关节吗？但是反手是在身前，那你说身前我们的核心在哪？在肚子，核心前面不是肚子吗？那所以说见了球的第一反应，大家方便的话打出来，一定是想着去收腹，一定记得去收腹，用收腹去带动含胸，带动重心的下压，最关键的带动放松你的引拍。说白了，你的拍子，你看我为什么引拍子引得让你感觉很放松呢？因为什么？你的肚子和手，我教给大家去找一个什么感觉？你肚子就像吸铁石一样，有种在你往里收肚子的时候，同时把你的拍子像吸铁石一样给吸进去。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感觉了吗？收腹的时候带动收拍子，也就是你手是跟着肚脐眼儿怎么样了，进去了，像吸了一个吸铁石一样把拍子吸进去了。你要去找这个感觉，兄弟们，无论直拍横打的反手拉，还是说这个横拍反手拉，你要找的是刚刚小孙跟你说的这个感觉，一定要去找这感觉，就是收腹的感觉，明白了吗？并且这个引拍子，大姐千万不是刻意塞进来或者垂下去，是感觉手就被肚子给这样吸进来跟进来，这样的话你的手才能去做到引拍的放松，你才有可能做到爆发力，明白了吗？哎，刚那个球还有一单，你们需要自己拍啊！来，大家看好，我给你再做一下，大家看这感觉啊！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引拍子根本没有刻意去用手去完成？你看我为什么有爆发力啊？因为这肚子给的劲儿，不是光手给的劲儿。引拍子也是，它不是手拼命使劲收进来，而是收腹带动引拍，手是叫跟进来，手不叫收进来，明白了吗？跟进来也就是在引拍当中，大家记得手一定是一个处于被动的一方，主动的引拍其实是所谓是身体的蓄力，身体主动蓄力，手被动跟着身体跟随进来。所以说就像你看刚没听到正手的球友，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一样的，你看正手什么，让胯的时候手跟着胯打开，哎，手跟胯，哎，放松发力，手跟胯发力。那反手呢，它是在身前怎么，手跟腹发力，手跟腹发力，哎，手跟腹发力，手跟腹发力，看到了吗朋友们？直拍横拍一样的，我再用直拍拉一遍，在身前手跟腹发力，手跟腹发力，手跟腹发力，哎，手跟腹发力，根本不是说是用手。看到这个感觉了吗？那包括我再去给大家去说一个这个重心的问题。那很多球友说这个反手，如果说只收腹的话，很多球友拉球容易这样，这是只有收腹。那我们收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怎么收，你的收腹的时候记得，一它不是说只有收腹，第二个你也不能去转腰，大家记得啊，这叫转腰，你不能去想转的感觉。你看它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你千万不要去转腰，你要找什么感觉，这个收腹的时候你们可以去体会这个，比方说我是右手，但是你们觉得右手你觉得反手是让，反手如果要让胯的话是让哪个胯啊？大家想我是右手，我要让胯的话我让哪个胯，左胯右胯，左的打个左，右的打个右，先看看大家晕没晕，来，左胯还是右胯，朋友们啊，我是右手的话我让哪个胯，为什么不转腰？你一转的话球到左边去了，反手要求在哪击球，在身前，你让了腰在哪了，在身侧了，转了腰不又在身侧了吗？哎，对，那肯定在左胯。所以说你在反手的时候一定记得，你在收腹的时候，既然你需要通过收腹而带动一点这个左胯的后让，那所以说你要去找一个什么感觉，我教给大家啊，你们去找个什么东西，比方说我要收腹还要带动左胯，你就找一个东西去捅一下自己的左腹部，左腹部，哎，你给你那个棍子，哎，你报仇的时候到了，来，大家看看啊，我让小曾捅我一下，我让你们去找哪种感觉。首先第一个，我先保证啊，等会儿来捅啊，哎，来，你看，现在瞄准这儿，对，我现在正对大家，这里是我的左腹，哎，你捅，捅，哎，捅，捅，你就去这个棍子来捅你，你躲他一下，你怎么躲？他球是往你的左腹，这个东西往你左腹这里捅，一你得往里收，二得往哪收，往左收，所以说你看就能够带出来一个什么动作，收了腹还带了往后让了点胯，这叫让胯。什么叫转腰？
这叫转腰，你看，这叫转腰，这叫让胯。让胯既能够用上胯的力，还能保证在身前发力。你转腰，它就是怎么办呢？又慢，幅度又大，还又变成了在身侧发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不转腰。给你回答清楚了吧？对不对？那所以说，你看，那你去找来再通我一下，大家去看啊。那如果说咱们这边左撇子呢，一样的，对吧？左撇哪里啊？右腹右胯通我，哎，你看，就是要练这个感觉。朋友们，这个是特别有用的一个训练，你可以就通过这个去很好的体会到收腹和让胯之间的一个配合，收腹让胯，收腹让胯。这也是我带自己的学生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我就坐个板凳上让他练，我就捅他，我就捅他，对不对？并且我还可以去练一个什么方法，来，镜头还往回拉点啊，大家你们去看看。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去让学生要有一个什么方法，哎，我正手见了球一定要有让胯的意识，反手见了球一定要有什么呢，哎，收腹带动让胯。所以说学友们，我教给你们一个方法，这你看看我平常带学生的时候一个训练方法，哎，小曾也知道。比方说，哎，一种是什么呢？捅我右胯，一个是什么呢？捅我左腹。所以说，你看我在练，我让学大家你们去培养这种身体感觉，可以不用拍子。我怎么练？比方说，你可以加点难度，加一个小碎步，哎哎，你看，哎哎，对。大家看到这个感觉了吧？对吧？你看球就相当于这个棍子，就代表一种什么感觉？来球的感觉，球来了，你能不能迅速做出一个什么呢？哎，正手啪让胯，反手呢收腹，收左腹。嗯，朋友们，以这个方法大家一定去试一试啊，老有用了，朋友们，这个方法太高效了，能够迅速的培养你。一，你能不能见了球的反应是身体核心做出反应，且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和敏捷的反应，就在这儿，这里做好了，我保你手上的动作只要大差不差全能够拉好。你要去练这种感觉，球友们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说一定要去这么练，一定要去这么练。那所以说你这样的话能够练到最后，你在拉球的时候，比方说，哎，现在遇到一板不定点的来球，可能在反手或者正手，我都要去拉，我就有个什么意识呢？你看到正手让胯，反手收腹，慢点一个一个来啊。你看正手让胯，正手让胯，反手收腹，反手收腹，正手让胯，哎 sorry， 你看正手让胯，反手收腹。所以说你看，你见了球身体会反应，见了球身体有反应，朋友们，你就慢慢养成了见了球身体怎么做，身体怎么做。你看我这会儿有关注过手吗？没关注到手。手就是什么？跟着身体顺其自然，正手让胯，手跟着胯，反手收腹，手跟着腹。我不信你手还会僵硬，有什么好僵硬，都不用手你僵硬啥呀，对不对？那很多时候说你这样用身体，那身体不就僵硬了？球友们，身体它反而需要硬，这种硬在乒乓球里边叫紧凑，核心的收紧是整个人一个紧凑的表现，肚子一松你还全身散架呢。所以说身体叫什么？一直保持是紧张的，肚子胯关节一直是收住力的，手上是一松一紧，一松一紧，反手一松一紧，一松一紧，身体是一直是紧的，身体是持续保持收紧，手上是一松一紧，明白了吗？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蓄力和发力的感觉，这也是咱们很多球比较缺的东西，这是我这么感觉的，理解了吗？慢慢来，喊马龙来感谢你行了，开玩笑，好不好？所以说我刚刚给大家去讲的东西是特别对于大家是特别有用和高效的训练，因为你看当没有这个意识，大家更多时候呈现的是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我比方说还是刚刚那个内容，对吧？大家可能见了正反手下旋来球，你会感觉为什么来不及？本身咱们判断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你怎么可能还想着慢悠悠的把你动作去摆好和放好呢？往往动作都还脚没站稳就仓促的出手了，
这就是很多球拉这种不定点的下旋，这就是什么叫不定点下旋，比方说我发个下旋你搓我一本，随便搓个拳台，那很多球不就这样了吗？那如果有这个意识呢，用身体啊，反手收腹，正手让胯，正手让胯，发力，对吧？还是发球抢攻，你看发球，反手收腹，发力，对吧？来，再来一个，你看，发球正反手收腹发力，再来反手发球，正手让胯发力。所以说，你看我就来得及，胯也快，胯更快，更有劲儿，更来得及，手还有放松。如果没有胯呢，发了球，大家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吧？本来就不好判断，又没法引拍子，你怎么拉？亲友们，那不就是容易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就产生了在这个很多球友非常有名的一个战术，发球侧身抱搓，是吧？发球抢搓，是不是？你想是不是道理？这不就成恶性循环了吗？啊，对不对？这种球高啊，发个贴网根很赚的。你打没打过球？哈、啊，你打没打过球？你怎么不说？你干脆球低点，你妈这里拉进来，你球从底下钻过去算了，这个多低呀、啊！啊，小曾喂的球不高，为什么？有几个球可以这么贴着网子过？它没点弧线，你不高于个球网的10公分，这球好过网吗？不好过网啊，明白了吧？啊，每次听课不自禁的点亮灯牌，已经8级了。谢谢球友，谢谢支持，好不好，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对吧？他位的不高，我主要给大家教学。真的，有些球友你看我不顺眼，就别给我挑刺儿了。大家都不容易，好不好啊？来，那我先问问大家，刚刚听的东西大家能不能明白呀、啊？能够理解的话，咱们弹幕上666互动一下呗，行不行啊？跟大家这个互动互动，看大家能不能去吸收小曾刚给你们去讲的东西。真的啊，对于很多可能算黑粉也好，怎么也好，如果真的看某个人不顺眼，我觉得你划走是最好的选择。你又打过去给他说说他的毛病，就要批评他，指导他两句，对吧？还呲他两句，然后你再划出去，这不是也浪费您的时间吗？对不对？大家时间都很宝贵啊，没浪费我的，那浪费您时间了。好吧，那就刚刚能明白就行。大家左上角呢点个关注，上个粉丝灯牌啊。这个衣服哪里买的？发的，送的，送的啊。还得多练，对，一定得多练。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你们在家有的时候想练会儿徒手动作了，真别，你有那徒手动作的空，我再给你们示范一下刚刚练的那个计划。你们真有那徒手动作的空，多了可以练练。真的，小孙给你去讲练点那个东西，如果有人能够帮你去配合一下啊，您的家人能够帮你拿个东西，你就跟他说，让你报仇的时候来了，拿棍子捅我，对不对？哎，我觉得你看真的可以练一个怎么样。你看，哎，一二三四四五，哎，你看，对吧？就相当于我们盯这个，就像找球一样，到哪球在哪里，我迅速做出身上的什么反应。你这个球门你练得熟了，你会发现，哇，你到了台面上，对于你的反应和敏捷度调整能力，你会感觉提升了好多呀。但是如果大家你们天天想练徒手动作，一、二、一、二，朋友们。如果您是从零到一纯新手，你练练动作没问题。但是，小伙伴，你别练拉球，一、二、一、二，真的，纯属浪费时间。我告诉大家，纯属浪费时间，真的是这样的，不如练练这个，好不好？有没有扫把练级？那不是扫把，小伙伴们。哎，我这是个捡球器，扫把练级。你，我不是卖家具的，没有扫把啊。对吧？那怎么练？刚刚不是给大家是说过了吗？就是这个，这个练习方法很好，就是练收腹和让胯，明白吗？包括你有没有带你们刷没刷到一个视频？当时应该是林世栋还是谁和王楚钦？你比方说你就拿个东西，哎，比方捅我腿，哎，捅我腿啊！比方说就这个，不要跑，
你看这个东西也是在练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过这个视频，当时王楚斌拿个东西是锤他，去扇他腿，哎，去躲，但是你们刷到过那个视频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去刷到过？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当时那个王楚斌应该和谁我忘记了，王楚斌坐那就抽他腿，好像是林时栋还是谁，那个是他那个体能训练师，哦，体能也有体能训练师啊，反正很多刷到过是吧，朋友们？那为什么他练什么？不就是练了？你看正手见了球，啪，脚的反应，反手啊，脚的反应，不就说白了，身见了一个东西之后，你遇到球来球，遇到困难，你的脚步和身体能不能做出迅速的、敏捷的反应和调节？这是乒乓球的核心，而不是动作，明白了吗？动作越练到后边，越练到进阶这个层面，你会发现动作是你所有学的东西最简单的，到最后其实也是最没用的，明白了吗？真的是最没用的。好，翻手拉球，脚踩到哪踩哪都行，都可以，本身你球在左边踩左腿，球在右边踩右腿，随意调节啊，随意调节。问孙教练点赞吧，谢谢大家。回购有折扣没？是吧？衣服真没有，朋友们，衣服真没有。这个是一个，我问过了，我以为是要卖的，这个是个展示的样品，也就是可能还没定款定样式，先让小孙在镜头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可能要给大家上的，我问过了，好吧，小伙伴们，哎，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去说的这些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朋友们？反正这个一号链接的球你们需要的自己买就行了，刚刚可能有一两个申请退款的还干嘛，你们需要自己拍，反正59.9块729的有缝三星球，全运会的球，国际乒联的认证球，买一盒送一盒，到时候两盒，59.9块24个球，需要的自己拍，我就不再多说了啊。需要球的这个球就是给你捡漏的，剩下的时间朋友们，我们也是再给大家去做一做，我们可以进段时间来，我想这两天多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因为这个套胶的活动平常没法卖。来，我给你们去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国货友谊729的奔腾，国货友谊729的奔腾，大家都知道奔腾好用，但是我觉得真正好用的可以说是把729正手套胶的工艺已经可以达到接近于巅峰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款套胶729的奔腾2国特助蓝海绵，这款套胶可以说是我目前打到过729天花板的套胶，且我觉得能够可以去成为球友们当中讨论的话题，可以做比较的也只有红双喜的狂飙，包括你们大家所说的什么瑞龙9的国套，什么这国套那国套，什么专什么很什么这个很多网红直播说的什么专业运动员特制的什么这套那套，那都是套路，那根本不是什么套，更不是什么国套。那这个套胶我为什么推荐啊？第一，这款套胶是咱们国货729大品牌的套胶，它的粘性做的现在真的比狂飙要好，粘性又好，旋转又强，更加的耐用，更不容易氧化，且能够让很多球友，这个套胶你们很少见狂飙能够用过一年以上的，但是打729奔腾国特助的很多人用到了一年以上，看到胶皮上已经这个白色斑已经起了很多了，但是他说依然有好的通透度和好的摩擦球，他说他也舍不得换，也觉得没有必要换，对吧？因为他没有觉得这个套胶有什么，这就是他很好的耐用度和持球感。第二个海绵，这个海绵是在729当中一这个正常的海绵是这么宽的，一个1米乘1米大概左右这么一个大，和电脑比电脑要大很多，和电视一样大，海绵厚得这么厚。那这个套胶是什么呢？整个面积当中最中间的这一块区域，以及整个厚度当中最中间的这一层，所以说一大张套海绵里边只能产2到3张国特助。所以说国特助我那天去了729的工厂去参观才知道为什么它产量低，我当时还抱怨，我说729国特助能不能给我多做点，所以说你他说小孙你看看产一个有多难，因为我原来才知道好的海绵是基础，在这么大的好的海绵当中选核心中的核心更是国特助的一个好用的前提，所以说它不需要灌油，海绵特别的通透，比狂飙要好打透的多，能够满足一个更多球友的一个入门门槛，别的不敢多说，95%的球打起来会让你们又有底劲儿，支撑力又好，入门门槛又低又好打透，还不用灌油，寿命还长，粘性还好，耐用度还高，真的是这样。以及我给你们看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大家你们去看好啊，来，你们现在先不要拍，先不要急着拍，大家看好啊，这个啊是怎么样？你看，满满的颗粒感，满满的颗粒感，对不对？很多博主你会发现，那个狂飙给你刷油，一张套圈恨不得给你刷成这样，粘上去在灯光下颗粒饱满，那是灌油灌出来的一种海绵韧劲儿，颗粒饱满有后劲的体验感受。来，你们看这个，一遍油没有灌过，但是你们看它的颗粒感已经特别的强。为什么？因为它本身韧劲儿特别足，所以说根本不需要灌油。40的硬度相当于省狂尼奥蓝海绵40度灌了得四遍油之后的打感，所以说朋友们，这个特别好用，并且现在有活动，官网上现在多少钱？190。现在他们都在做这个特价活动，但是我告诉大家，又想要保证并非库存货，我敢保证他们没货，你查一下，你看官方有没有货，我就赌一把。你看啊，他有货我把球吃了。都是缺货，看到朋友们。白，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套胶全网只专供小孙直播间的活动，只专供咱们的球友。你们有需要的，这个套胶改价，别人200块钱还没货，有需要的正品，保障，全网活动，天花板，有需要的168块钱，需要自己拍，你不用去花230-240块钱，一定就要买省狂，省狂好，但是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如果大家你们把性价比、耐用度、业余球友的适合度，要综合考量。你可能会感觉考量下来，它的适合度可能是高于省狂尼奥蓝海绵的。我告诉你，狂飙哪些狂飙是好用，你们买不到的那些才好用，你们买得到的那些很多都不好用。为什么？首先普狂就不多说了，海绵偏差，省狂尼奥蓝海绵、菊海绵也好，我告诉大家，就现在就跟开盲盒一样，它不像底板，你还能看得见面才敲得了声音，撑得了重量，你套胶就跟开盲盒一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一撕开，有的胶皮第二天直接氧化，你今天新的第二天就氧化，或者说哎，灌油灌得太狠了，打个5天打个1星期鼓包起泡了，很正常，亲友们。所以说这个套胶目前所有打奔腾国特柱的人，目前从未有一个人把奔腾国特柱打起泡来，我也试过，打了4年愣是不知道打起泡是什么样。所以说他为什么不用起泡？因为他不用灌油，他已经能够把胶皮的颗粒饱满度和它的海绵的张力更好的融合到一起，所以说更结实更耐打，并且张力还好，韧劲还足，又保证了底劲和弹性，又让你打不起泡打不坏。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平常不卖这个套胶。1729产的少，第二个这个套胶不经卖，卖就一卖就没，一卖就没，一卖就没。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这个套胶你们有需要的朋友们，你们我觉得不能说叫有需要自己拍吧，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需要的话一定要拍，大家需要的话一定要拍。并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套胶很多球友说，小孙你卖168确实卖得很便宜。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套胶成本我报给大家，你如果身边有任何经销商的朋友，你去问问这个套胶是不是卖，它的进货成本是不是在130左右？你问问是不是在130？我卖给大家168，还得给大家包邮，还得给你们发货，还要承担各种的运行成本。你觉得大家平台扣点扣已经10几块钱，运费10块，相当于168，我得还得减去个20，相当于148，这个套要成本130来块钱。朋友们，并且官方做这个活动，如果别人做的敢做这个活动，除非这个人真的不想赚钱了。168，他承担一个120-130块钱套胶一浆的成本，就为了赚大家18块钱，他不会这么干。所以说，为什么网上都会卖到200块钱以上，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卖的不贵，卖的不贵，并且他的制作成本比普通你们打的狂飙成本是要高的，因为价格我都知道，成本比他们是要高的，但是卖的会比他们便宜，因为729本身主打的就是一个平民。价格比较平民化，需要的你们一定去拍这张729的国特柱。这张套胶我觉得已经可以满足业余球友对于正手套胶所有的理想化。朋友们，你能168是一张，肯定不是两张，没有两张胶皮的，168两张胶皮你觉得可能吗？朋友们，是729奔腾这个正手系列已经封顶的一张套胶，
可以说是精益求精当中的精益求精的一张套胶。你觉得168两张不可能啊？就相当于成本130，我能官方也不会说直接卖给您啊，70块钱、80块钱，他图啥呀？朋友们，他图什么？好吧，放心去拍啊。1号链接，在小黄车1号链接。因为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敢这么去推啊？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个套胶的活动又不是我自己进货来卖的，是官方要做。我只是很实在的，我把这个告诉这个他给任何经销商的成本各个方面，我报给大家。不是我进货，又不是我来挣这个钱，只是我是这个，来大家看一下，别人叫经销商，我是729的品牌的官方的一个形象代言，所以说我的任务是签约729，去宣传729，推广729，并非是我自己卖货。我真为了挣钱，这么多的品牌，我干嘛只卖729的东西？我图啥？你说我图啥，兄弟们？所以说我不是纯为了卖货，我也不是经销商。哪个经销商只有一个品牌东西？什么红双喜，这那不得都有啊，都得进货。那我为什么只卖729？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不就明白了吗？我是729的主要负责宣传，我是729的一个签约的运动员，我作为729给我颁发的一个金牌形象代言人，我要把729我认为好的东西向官方争取便宜的价格活动，让大家去享受和感受物有所值、物超所值的产品就够了，好不好啊？他不需要灌油，他不用灌油，那他根本不需要灌油，一遍油都不用灌。他为什么？这是一个刚刚拆封下来的，没有人灌过胶皮的，灌过油之后胶皮是这样的吧？灌过油之后胶皮肯定是这样的吧？卖往外这样卷出来，这样卷的吧，跟个拱门桥一样。但是大家你们看看，哎，这是灌过油之没有灌过油之后，大家你们去看一看海绵的颗粒感，这不这个所谓颗粒感，不就是很多博主灌了恨不得3-4遍油，把狂飙灌成这个样之后给大家展示的一种情况吗？不就是给大家展示的吗？说好啊，为什么好？因为确实狂飙灌了油才能把它的颗粒感灌大，更加的饱满，它的海绵张力更足，弹性底劲才会好。但是这是729的套胶，它的海绵芯本来一就好，第二个它本身它的就内能海绵，免灌油的内能海绵，为什么它耐用？一是粘性好，第二个它的海绵不用灌油，就是对于胶皮的一种寿命延长的一种很重要的因素。狂飙怎么坏的？灌油灌坏的，以及粘性不够，空气氧化坏的，就是这么两种坏法，还能怎么坏？是不是？所以说一为它就特别抗氧化，粘性特别好，粘性的持久度相当高，并且你能够达到很长时间你都可以依然去做到一个特别好持球、好摩擦的感觉。并且我给你们去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是729的奔腾国特柱啊，这是奔腾国特柱，这是打完过的一张套胶，你看胶皮上面已经打成什么样了。朋友们，我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一张狂飙可以支撑得住胶皮的这种白色的这要起的鳞斑，这就是磨损到这个程度胶皮还不起泡。我从小到大反正没有一张狂飙可以做到，肯定还没到这种程度，胶皮早起泡了，但是它真不会起泡。这张套胶1年多了还没起泡，所以说我现在也经不住了，我也得换了。这个40度，我说你得等于狂飙的得灌了40度，得灌了4遍油的感觉。它是免灌的内能海绵，为什么说好打透？它的海绵芯不是那种需要灌油的膨发死的海绵，是特别很有韧劲儿的海绵。这个40度，我告诉大家，哪怕是女性的球友，你力量不大、爆发力不好的，你照样都能打透，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它的通透度是海绵用的好，而并非是像很多说好打透，他给你换张蛋糕海绵，当然好打透。上你没胳你的胳膊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也能打透，因为蛋糕海绵都软弹呀，什么都能打，谁都能打得透。但是高密度海绵不用灌油，板板打透，又有底劲儿，还能好吃住球。这张套胶说得好不如用了好。来，朋友们，这个叫猫步行者啊，你现在别走，我想问问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球友，你打过这个套胶觉得好用的，弹幕上扣个一，好吧？你用过？真的好用，且用了很久，你用过真的觉得好使的，在弹幕上扣个一，好不好？
没有红色，没有红色。朋友们，哎，那位球友，你看看弹幕。朋友们，不是我说的好用，是因为我觉得好用，推荐了大家，大家也说好用，我才继续推啊。你如果说我觉得好用，如果我卖了几次，大家都说不好用，你觉得我还敢继续推吗？我不敢继续推啊，是不是这样，球友们啊？需要的你们自己拍。这真的是726的，真的是非常好用，特别好用。这是打正手的，这是打正手的。很多朋友说这个跟金版国套什么区别，跟普通的省套什么区别，比它更差的等级，普通的省套达不到它的通透度、软弹感、这种弹性以及底劲和支撑力。那如果说这个看着卖的好像比它贵的那个叫什么，这个金版的国套不也很好用，但是入门门槛没这个低。也就是大家你们当不具备特别好的发力的时候，这个更能让你体会到发力，它的柔韧度会更好，明白了吗？也就是你能够更低的入门门槛去体会发力和打透的感觉，不重，没有狂飙重，比狂飙轻多，比狂飙轻。刷有机也可以，刷无机胶水也可以，它不挑底板的，哎，它不挑底板的，也不挑胶水。这个没问题，因为本身在制作研发智能套胶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正好用套胶还真不挑胶水，还真的不挑底板，明白吗，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你们放心，包括我们直播间我的球友用这个胶皮的，有打蝴蝶王金标维斯的，有普通的维斯、超张、零 A、凡 A， 啊，包括斯蒂卡的一些纯木，包括729的金标等等，都是在打的这个套胶。朋友们，用它的人很多。我觉得用它的不是因为人家他买不起省框蓝海绵，省框蓝海绵你要不也就比它贵个六七十块钱嘛，卖230-240块钱左右，它不差这几十块钱。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它呢？因为他觉得更适合乒乓球，一个是不胶皮板子不就选个适合吗？所以说适合，所以推荐，好不好？放心去拍啊。真买不起来。买多少度的？这个就这一个度是40的硬度，40的硬度啊。来，我告诉大家，国特柱正品后边有 China， 这里还有个 SP， 并且有的假冒伪劣，后边中硬这里写了个40，这是假的，写中硬的才是正品。很多胶皮上面这里写了个中硬，这里写了个中硬，其实不对，这里写40。朋友们，当然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这张套胶网络上面赝品，也就是所谓的假货相当多，拼夕夕上面、某鱼上面多很多很多。为什么？你说白了，你说那些某夕夕上的、某鱼的，说白了不就是用一个特别低的价格钓鱼执法吗？不就是用较低的价格吸引很多想捡便宜的朋友，然后从而真假混卖呗？不就这么干呗？对不对啊？为什么能卖便宜？因为用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混在一起，他们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它的成本呢。不管卖出的是正的正品还是假的，它都能够不亏，明白了吗？真的一定要拍，真的多可恨呢！我跟你说，越是贵的假货越多。我跟你说，拼夕夕上面，我那天都刷新我的世界观，说，哎，那你叫标题叫什么？红双喜 W968 马龙数字一号版，特价198块钱单光版。朋友们。朋友，我当时就想说，大哥，你哪怕改个1980都有可能有人会问问，你非要弄个198，真的啊，就你听了都吓人，朋友们，你听了都吓人。晚上教学结束了，今晚的教学结束了啊，有需要的时候明天中午1点半。有红色的吗？这个只有黑色。这个只有黑色，我上次在729官网店买了。首先呢，你如果是在729官网店买到的，首先肯定，既然是官网，它基本肯定不会有假货。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球说在小村这里买的套胶，就算有的时候跟别人买的也是正品，但为什么明显感觉这种好用呢？一，我告诉大家的一点，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的套胶，虽然日期它不会说在包装上呈现。
但是都是做的新日期的套胶，都是刚产的套胶。但是我告诉大家，有的正品是正品，但是你们要记清楚，如果都是正品套胶，但如果是放了两三年甚至以上的库存货，它就不好打。两三年的包装也是长这个样，包装没变过。他如果给你发了一张放了四年的库存清库存的产品，我给你发了一张刚产了20天的套胶，你说哪个好用？肯定是个好用，明白了吗，朋友们？可能不是假货，就是放时间放太久了。理解这个意思吗，朋友们？啊，这个我告诉大家，因为是一张是一张付了是吧？感谢你们支持。这个套胶，我想想是什么时候到的啊？是一周前到的，一周前到，快运输过来，是天津到杭州是3天的时间，是10天前官方给我发过寄过来的，寄出的，也就是10天前左右，11天可能12天前，刚刚这个套胶从产胶皮的机器上下来，封上了包装，进入了整个系统的产品库，给小森发过来的。12天前刚产，你说能不好使吗？你说这个你放个半年是不是没有关系？明白吗？所以说这个你也能够放得住。所以说大家，你们有的时候正品都是正品，可能跟你一个是新套胶和放的时间久的套胶打起来完全是两个感觉。朋友们，越新套胶越好使，囤时间过于久的话不好使，明白了吗？啊，一张168。一拍加急，感谢支持，需要的球友们抓紧时间拍。这个套胶，相信你们经常关注小孙的球友会发现，我不会把这个套胶当成有的时候直播间给大家宣传产品的一个主推产品。为什么？不是因为它不好，这么好的产品我宁愿天天推，但是它产量太低了，它基本上两个月的产量产了是190来片，200片左右。朋友们，它不是产能不好，而是这个套胶越加精益求精。但你们别忘了，比方说这，我给你们举个比方，这么大这么宽张海绵，这么厚啊，这一大块啊，你想想它能够产非常非常多张套胶。但是你如果说像国特铸奔腾，它就像这么大一片，中间这一层，中间这一片，是不是只能选一片？并且这么大的厚度，它只能选中间这些厚度的，中间这个新层的是国特铸 ，OK， 那是不是可能只能够产这么一大块，只能产5、6张、6、7张或者10来张左右？那所以说，亲友们，那人家大部分那里边可能包含有金版国特、普通的奔腾，包括金版的虎威、虎奔，都在里边，是吧？那你想想，那是不是，那这个那么大张海绵，它只有这些？那所以说是不是产的那些都很多了？哦，刚刚凑到了200来片奔腾，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可能别的产，200片，差不多这个能够对应个40-50片，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对应的产能产量比。所以说，精益求精才能更加好用，真的是这样啊！你差点又下单了，悠着点啊！这个大家这个放心，特铸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说到特铸，这位球友你们一定见，在现在网络上有个很流行的两个词语，一个叫特铸，一个叫特制，这两个其实差不多意思。特铸和特制的意思，它是可以说是针对于，是吧，这个高水平的人群，或者说针对于某一个人，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制作的产品，可能对应出来意思就是它特别的好用啊，就是更加的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红双喜里边的特铸、特制叫特制，啊，729里边的特制叫特制。但是我告诉大家，你们有的时候选的一些网红球拍，没有品牌，以自己名字可能定义的品牌，这种的特制它不叫特制。为什么呢？它跟普通的胶皮有什么区别呢？两张胶皮，咱举个例，两张胶皮。成本都一样，他们找一些小作坊、小代工艺厂，30块钱一张胶皮，成本，啊，一张啊，这个写上用激光笔或者用印章上面打一个啊，普版，下一个换个激光笔，换个上面印个钢印，特制，朋友们，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区别，它印的字儿不一样，但是朋友们，一个东西，哦，可能再换个包装，相当于包装换张纸，底下刻个字儿，就那么简单。这就是可能大家你们所说的赋能又增加了很多所谓的价值，卖得很贵的所谓很多品牌的特制小品，就这东西。朋友们，你一定记得，只有大品牌大厂的特助，就像729，它属于国企，那国企能够定义为叫特助的，它一定是一个精益求精、针对性非常高、品质品控要求非常高的一张海绵。包括这种大品牌当中的叫金标底板，就像蝴蝶的金标、729的金标、什么银河的金标，对吧？包括一些这个红双喜的一些所谓的数字的编码，这些是有针对性。那你说说，现在跟很多小作坊，他不光把拍子后边的标，哦，给你换个金色的就叫金标了，那全是金色的，走到哪那全是金标，那不一样，朋友们。所以说，同样都是特制特助，同样都是金标，你们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金标，什么是特助，明白吗？啊，护膝还有。是这个意思吧，朋友们？这个谢谢这个小笼包的这个啊，替大家理解。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很多秀觉得谁也不可能去天天干赔本的买卖。就像大家如果说朝九晚五，咱们都去上班也好，对吧？都去工作也好，目的不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吗？对不对？那你天天说，你别为了说你每天去义务劳动，他不一定不是。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挣钱的是什么？一要挣良心钱，不挣那种丧良心的钱，不挣忽悠大家的钱。第二个，有些时候，并且这位小伙也说了，我平常给大家分享的技术，首先呢，第一，我觉得可能不能说叫值点钱，最起码我觉得是有一定价值的，对吧？包括我讲技术是给大家一个宣传讲解，我推的东西，并且本身它就是需要则拍，不需要则不拍。我也并且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品牌的东西，咱也推了大品牌的东西，我也不去给你坑你们弄你们啊，去卖一些没品牌。小伙伴，我说句实在话，一小村直播间的流量，我讲技术的时候可以有1500人，你觉得我有1500人这个流量，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如果我真想挣钱，纯为了钱，我找我的那些小作坊、小厂多的是，我明明可以让他们也去做。很多地方买的什么1000多的底板，我问过了，成本价一块底板最好的90成本啊。然后呢，胶皮，我说那些网红送的胶皮多少钱，跟我说了35，哦，我这么一算啊，底板90一张啊，胶皮底板90一个还是最好的，胶皮35一张，相当于你一块底板两个胶皮加起来160，你卖人家1000多，我天哪，你是这，我说有的人是挣钱，你真的有点不要脸，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成本你们可以让任何729的查是不是120、130一块，刨去各个方面成本，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和官方做这个活动卖给大家168，刨去运费和平台扣点，你觉得良不良心？我觉得很良心了。我包括有时候给大家推的黑檀漆这些东西，底板胶皮卖给大家一共200块钱不到，还要帮你们粘好，还要送点护边护膜，还得有包邮。你们自己对比对比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国特助还为啥有省套？朋友们，国特助它不是那种国套的意思，省套国特助，我告诉大家，它的性能我自认为是超越国套，并它的价格和国套是一样贵的。它只是一开始定义名为叫省套国特助，明白了吗，朋友们？啊，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啊，它不是上面写个什么金版的大国字，它不是上面写个什么那种大国字啊，比刷礼物强，还有东西。对，你给我随便刷个什么东西，也不是200块钱吗？啊，当然开玩笑啊。这个我给大家推那个东西叫髌骨带。它可能更不能准确的说叫髌骨带吧，护膝是一种呢，是偏向于厚重、笨重，可能也有点保暖的作用。髌骨带呢是纯是一种这个，运动的一种保护啊。对，特助只有40度，特助只有这个40度不硬，大家你们放心。国奔之前打过，真好打是吧？谢谢支持啊，只有40度，只有40度啊。所以说，大家你们一定要这个
悠着点啊，大爷你们只一定要悠着点，好不好？这个我们胶水已经送完了啊，髌骨带的链接给一个，髌骨带链接在二号链接，这个你们可以去729官方旗舰店去查，这个髌骨带它的旗舰店是99，领个券好像是94块钱一个，咱们直播间是88，拍一发二，到手两个。哎，你们现在要这个髌骨带的可以买二号链接。小孙现在换拍子打了吗？没有啊，我因为我就这几个主推的几个拍子，我可能就轮换着打呗，对不对？因为我卖的东西也并不是很杂，就那么几个，这打打这个打打那个的啊，因为又不是说出去比赛，直播给大家就说这个其实我用哪个其实可能随性一点吧，啊，今天想用哪个就用哪个了啊。配千年那块黑檀溪板子没问题啊，可以啊，啊，可以的呀。但是黑檀溪那个板子不是上面搭了胶皮了吗？你等那个胶皮用的不行了，你再换啊。大师经典套胶什么时候还有？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后天或者大后天。现在真没有，小伙伴们要等要等。对，也729金标，黑檀溪。没了，啊，还有这个太阳神，啊，还有啥吗？平常用那些板，就这几个，没几块牌子，是吧？金标、太阳神，啊，一个是这个 AJ 的绿色的桂木金标，一个是 NB50，一个是这个，这个太阳神黑檀溪没了，我就这几个，也随便平常轮换着打打啊。都知道蓝海绵本身的支撑力会更好一点，底劲儿上限会更高一点，但是我告诉大家，它这个蓝海绵是给你提升底劲儿，但是它的入门的门槛，大家是打那种你可以理解为是狂飙橘海绵的感觉，它就是入门门槛更低。并且当时我在打狂飙的时候，我打的不是蓝海绵，我打的是橘海绵，因为我觉得蓝海绵太硬了，海绵发死，明白吧？拼命的灌油呢，就感觉哎呀说不上来的感觉。但是这个蓝海绵确实让我有一定的底劲，但是它不会让我感觉很硬，并且在不灌油的情况下都能很特别的通透。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用灌油，你打这个套胶真的是不需要灌油，真的是放心去拍啊。大国字胶皮没有啊，卖完了。老是摩擦，可能是压拍子压得太厉害，可能是动作往上的太多了。对吧？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多去感觉要向前撞的感觉啊。是不是耐久比灌油狂飙强？对，是的。朋友们，包括你看，你这个狂飙，你去灌了膨胀油，你灌了膨胀油之后，它的这个通过这个膨胀油，在你这个套胶这种性能的巅峰期、黄金期，可能也就一周左右，你可能就要重新撕下来，重新粘。其实我告诉大家，重新撕下来粘胶皮，包括灌油，这都是损害胶皮的一种行为。但是对于狂飙，你不得不这样干，你不这样干不好使，你为了好使必然就要这样干，那你必然就会损害它的胶皮的耐用度，明白吗？但是这个它是怎么样？它很海绵是好，你会越海绵是怎么样？越打越好打，越打越好用，越打越通透，海绵就是越打越好用。明白吗？你也不用去灌油，一直可以粘着打，可能不除了你不小心自己弄开胶了需要重新粘以外，你真的不需要经常灌油。我的奔腾贴到板上，动不两三个月不再粘一次的很正常，并且两三个月就天天就算我按照现在中午加晚上直播根本用不坏。你看我之前直播那个正手的奔腾，哎，这是我从去，哎，播了一年多，你说这奔腾都被我用成这样了，它还是不坏，它还是能用。但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就换了。你看这个起这个斑点都起成什么样了，小伙伴们，你看都起成什么样了？很明显吧，朋友们。啊，他还是该吃住球吃住球，该摩擦摩擦住球。我只是自己看不下去了，我烦了而已。所以说，你看我今天还没来得及粘呢，这是我给自己，哎，刚拿了一块套胶，我膜也撕开了。这么膜撕开肯定不是卖的，我是自己用的。你看看。奔腾国车主，这是今天给自己拿的，就是这个不行了撕下来了要换的，明白了吗？啊，还是比不过灌油狂飙。我觉着我没觉得比不过灌油狂飙，可能每个人感受不同啊，这个东西不存在绝对性。当然呢，我觉得你能感受到
狂飙的绝对上限，你开球网没个2000分以上，你就纯属在吹牛逼，你纯属在胡扯八扯。那我可以很负责告诉你，你如果你能体会到狂飙的绝对上限的，你开球网积分一定是在2000甚至2100以上。我说的是绝对上限，你能让你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真的是这样。朋友们，你如果到不了开球网2000、2100以上，你别谈说你能把狂飙打得多明白，你打不明白它的上限，它的所什么油通过狂飙的灌带来上限，你体会不出来，明白了朋友们。现在可以粘好的拍子吗？您说的粘好的拍子是啥呀？您说的这个是啥意思啊？没太理解。499的胶皮，499的胶皮，它对标的就是729的奔腾国特柱系列，它也挺好用，那个套胶，那个套胶也没比这个便宜多少钱，没比这个便宜多少钱，便宜个20-30，估计做的活动的价格是估计比它便宜20-30块钱，也没便宜哪去，真的啊。小存网的开心网积分2400，反正当时我在刚退役的时候，当时很多球友也是在查我的，当时是多少来，我当时是2400几来着，我忘了，没到2500，2400多，因为我打的这种开心网的比赛也不多。然后自从自己开了球馆，做了直播教学，然后带了学生，那自己练球的时间更是寥寥无几，也确实没有这个精力再去打比赛了。我也不知道现在分数有没有掉，反正当时2400多，不到2500啊。配 DNA 赤龙打 DNA 赤龙，我没有打过这个套胶，我没有打过这个套胶，所以说我没法很准确的回复你什么感觉。奔腾二你打过？你觉得你买的奔腾二是哪个奔腾二？你觉得怎么样？你如果除非你如果说你买的金版的国套，感觉相似，你会感觉它更有韧劲儿。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的奔腾，可能就100块钱的那个，或者说就140块钱那个奔腾的省队器材，那远没有它好用。这么跟您说，能够明白了吗？啊，慢慢理。慢慢来，朋友们啊，这个分数你也不能把它完全当成一个定义的标准，对不对啊？也不用去太在意那些东西。有的可能很多专业运动员，他可能水平很高，他没太打过一些商业比赛或者一些涉及到积分的这些比赛，那他可能很多，可能他的积分就可能不高，但他水平可能真的很高，比很多可能2300、2400都要高，很正常，这个真的很正常的，这不是一个衡量水平的唯一标准啊。哎呀，不用看那么重，大家锻炼身体，打个健康，打个快乐，通过进步体会到乒乓球的魅力，能够是一个让我们到老，哎，一直都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好的运动。如果还能够有点成绩，哎，有点起色，还能拿几个证书，顺便可能带个奖牌，那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最重要的健康快乐，因为乒乓球这个运动是可以伴随我们一生的运动。它不像这种篮球，可能有涉及到这种足球高对抗，年龄大了真不行。那乒乓球呢？啊，很多元老，那可能70岁以上、80岁以上都能够去打球。我觉得最主要的意义是，伴随一生的一个好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往往比什么积分、什么水平啊，比那个要重要的多了。你说是不是？对不对？格局啊，一号连接就40度啊，是不是？哎，所以说，但你。70岁了，建不建议再打乒乓球？如果能够觉得乒乓球，你这位球友说70岁了，还建不建议打乒乓球？如果，哎，通过打乒乓球锻炼锻炼，可能这个脑子，再说句实在点，预防点一些老年痴呆，锻炼一下眼睛，对吧？锻炼一下敏捷度，锻炼一下四肢的活动反应，哪怕是弹弹球，推几个挡两个，对于自己的健康有好处，为什么不能打呢？对不对？谁规定乒乓球只有小孩童子功能练啊？20-30岁能练能打啊？谁规定的？没有人规定，对不对？它的本质对于咱们球不是在于一定是多么大高的分数和成绩，对吧？啊，每天和86岁大爷打15局，你看看是不是啊？它和金泽柱闪现哪个好用？这个是正手套胶，这个是正手的高粘性、高密度海绵的套胶，它和金泽柱闪现作为半粘半色性。
蛋糕海面，它完全是两个本质的套胶，这个是正手，金泽珠闪现是反手啊。所以说，哎呀，所以说，你看，我对于乒乓球给大家聊的这些东西的出发点，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的啊。对啊，还有这种百米老人练百岁老人练百米比赛的，你都有。所以说呢，大家真的啊，我觉得，所以说呢，咱们业余球选器材也是，是吧？当然，我们可能去崇尚王楚钦、马龙，崇尚他们，可能想选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器材，可能在自己有预算的情况下。但是，球友们，其实真正让站在一个打得健康、打得开心，其实我觉得你选自己的拍子、鞋服啊、裤这个胶皮，一定要选个合适。你就像选鞋服衣鞋子舒服就行。衣服舒服就行，你觉得好看你自己喜欢就行，你管别人干啥呀？你胶皮，你别管别人说啥，你打的它就是好使，你觉得就是适合你，那谁来拦着你都没用，对不对？你这个就够了，是吧？有的时候你可能咱用的是200块钱拍子，人家用的是5000块钱拍子，但你就觉得200块钱用着舒服又得劲，你得劲不就行了？你管别人干嘛？自己越舒服越得劲，出手越坚决越果断，上台率越高，你越能够得分。他们拿着拍子可能很贵，但是不一定打得上台，可能就是为了面子工程。那你说他打不上台，赢不了你，他那几千块钱的拍子也得不好意思露出来。你那200块钱拍子，你打得好舒服，你照样可以很自信的给大家展示，我200块钱拍子，你2000照样赢你。咱们要的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适合比盲目的去选择贵的要更关键，明白了吧？啊，就是这样的。有对这个胶皮好用比狂飙耐打，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买块当存货没问题啊，比省推器材好用很多很多。大伟不知道啊。好吧，朋友们，小孙差不多要下播了，今天不早了，11点了。因为这两天给大家推胶皮，一呢是因为胶皮有货，二呢也是先不沾拍子了，也算是自己能够稍微早点休息。因为推拍子的时候，有时候晚上还加班沾拍子，确实比较累。推胶皮也算是给自己适当的一种放松，好吧？反正你们有需要的球友，这样这个我看看，咱就不上库存了，一号链接。这个正手的国策柱奔腾最后的3张，然后呢也不管有没有球友们还需要，就这3张套胶也不多上了，2分钟的时间我就下播，好不好？因为这个体力也差不多了，好吧？最后2分钟，最后3张套胶，如果有需要的您拍，明天帮您发货啊，明天帮您发货啊。并且哦对了，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刚今天晚上你们拍的这个套胶是今天中午刚到的啊，是今天下午刚到的，4点多的时候刚到小孙手里的，明白朋友们？它更是新日系的套胶，更紧，但是跟中午大家拍的其实一样啊，差个10天，这种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所谓的差异的。今天刚到的，那需要的抓紧时间拍啊，最后3张，明天给大家安排发货，相当好用，放心去拍啊。这个拼夕夕和咸鱼很贵。我估计他们贵也可能得卖到你个130-140块钱，差不多，他绝对基本上不太敢会给你，就算卖库存货，那些都快废掉的套胶，要么扔垃圾桶里，要么特处理给大家那种的，你们悠着点啊。现在真的啊，整个互联网上，我跟大家，这个奔腾国策柱，你又想选新日期，又想选择这个168的活动，便宜，新日期还要保障正品。你们就认准小孙直播间就行了，我是问过了，确定过的啊，综合考量，你们相信小在这儿买，有的地方真要悠着点，好不好啊？直接刷无机就行。什么时候有拍子卖啊？我先给你们透个底，过两天是这样的啊，过两天可能会到一只拍子让我去试打，是一种什么拍子呢？是一个729出口给日本的一个底板。它是什么结构？我先给你们露一下啊，是一个黑檀木的面材，内置的黄方碳。我见过图片，还没有见过实物，我还没有试打。就是这一批，它是出口日本的一个板子。然后呢，正好这个官方说这个拍子在日本那边卖得很好，
说本人也挺好，反馈也很好，给我预留了几十只，说呢先给我寄过来个一只让我打打看，如果说我觉得行，他再给咱们球友搞一点，如果说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反正呢，我现在再去体试，还没明天后天估计会到，估计后天吧，我去试，到时候去试试看。我估计不贵，应该也就三四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朋友们啊。199上不了，那个拍子的成本好像挺高的，那个板子，反正那个板子，反正官方是说了一个那个拍子不便宜，但是我估计应该就是估计带上胶皮啊，我如果官方能够赞助的力度还算比较大的话，因为拍子是官方出活动，不是我出活动，应该我预计啊在不低于300，不超500块钱，我估计400块钱左右，差不多，我估计400块钱上下，3-400块钱，因为这个结构的本身你看这个黑檀面材，这个好像是这个内置的黄方碳，黑檀木的内置黄方碳，我没打过，我也不知道啥感觉，我先试试再说吧，不好用的话我也不给你们推，好用，哎呦妈呀，好用的话再推，好不好朋友们？那好用再推啊，过几天试一试。之前50周年不是哦，50周年，但是那个好像是有点区别的，好像听说是新材还是什么不一样，我还没见到实物。官方只是跟我说了一个是，黑檀面材内置啊，对，和之前那个50周年你那么一说，大致上是差不多的。那我得打试试才知道。好不好？一直底板不错是吧 ？OK， 那行，兄弟们，我就下单，我就下播了啊，没这个水平啊，踢不了管，是吧？做好自己就行了啊。对，拍子加胶皮，我估计官方赞助力度大的话，以我对官方的了解，我去磨一磨，如果好用的话，我去磨一磨啊，估计400块钱。哎，我想400块钱左右啊，我想问问大家，这个价格你们接受吗？就是我能够给你保证的，一定是有底板，两张不错的套胶，还得给你们贴好，还估计运气好的话带个球，可能还带个拍套，带瓶胶水，带个拍套。这个黑檀木内置碳素，你们觉得这个价位你们可以接受吗？你们先觉得是否可以接受，我再看看，我再去试一试。放心，兄弟们，我不试打的拍子，我没觉得好用的拍子，我会给官方退回去，我不会给你们卖的，因为我自己觉得不好用，我咋给你们介绍？朋友们，我都话都没得讲哎，差不多，哎呦，你说三，估计399，反正差不多吧，不会大差，不会大差，打不透，可以打得透。好不好，兄弟们？那行吧，反正就当给你们先去卖个关子吧。等反正到几天我收到实物了，我用用看，好不好？但如果行再上，不行我又给他退回去了，不行就还回去了，好不好？我认为如果行的话，我再给你们磨磨价格，好不好？官方能赞助点是一点，行吧？啊 ，OK， 那我就下播了。再次感谢今天球友的捧场和支持，明天我们再见，好不好？今天你们拍的东西，明天都会给大家安排发货，好吧？大家也早点休息，那我们明天见啊，拜拜。啊，到时候看 ，OK， 拜拜，球友们啊。